大家好，我是红尘，寄蜉蝣于天地，妙沧海之一粟，很高兴在这茫茫人海间与你们相遇。今天降落在这依山傍水的热带雨林，为完成一封特殊命令，那就是只用带 S 字母的枪械吃鸡。至于有哪些枪是带 S 的，红尘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，粉丝宝宝们你们知道吗？哦吼， SURK 真是天降鸿福啊。红尘虽然记性不好，但是运气还是不错的。小伙伴们加完红尘关注，好运前来相助哦。哇，这训练基地还真是富得流油啊，随随便便就是一个三级头。嗯哈，听着脚步，莫不是有快递盒主动送上门来啦？ Nice， 一枪爆头，两枪毙命，让我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唉，啥都没有，连当个快递员都不合格。哼，差评。看来只能靠我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了。哟，一把 S686， 难不成今天全程要用喷子吃鸡啦？不要吧，喷子虽然伤害高，但只适合近距离作战啊。要想对抗那群豺狼虎豹，没有狙击枪怎么能行呢？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早到完训练基地，红尘马不停蹄地赶到天堂度假村，只求在这里寻得一把带 S 的狙击枪。粉丝宝宝们，你们觉得我能找到吗？嘘，听脚步声。嘿嘿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的小命我收到。哟，看来还有帮手啊。哼，有队友了不起啊，还不是成了红尘的手下败将。哎，怎么还有脚步？小兄弟，你这是打哪来啊？哇 ，STS， 果然上天总是眷顾可爱的小仙女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虽说他后坐力大，但红尘可是武器大师啊，小小的连狙不在话下。我可没有吹牛啊，不信的话，就用刚刚倒地的两兄弟给你们稍稍演示一波。怎么样，这枪压得如何？哇，这一路的物资也算是诚意十足啊。只可惜红尘是个摸得感情的杀手，小小的物资收买不了我，难办哦。我信你个鬼。吃饱喝足，钱包鼓鼓，连狙到手也该赶路。嘿嘿，前面貌似有个黑影闪过，果然有一人，还好我自带八倍镜的视力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法眼。蹲在此处伏击一下，搞定。虽然我啥都不缺，但舔盒是必要的仪式感。哇， AWM 太馋了，手里的连狙顿时不香了呢。只可惜任务在身，红尘也只好忍痛割爱了。呵呵，还请小伙伴们给我下达一个肥肥的任务吧，红尘都好几天没播到 AWM 了。踩着优美的小曲，红尘悠哉悠哉地来到决赛圈，还没等我歇下脚，就有一辆跑车闯入。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瞧你这招摇的样子，不取了你的性命，红尘怕是难以服众啊。 Nice， 成功将其淘汰。此时场上还剩四名敌军，毒圈江苏前方枪声雷动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我只需守住这个山头，他们就插翅难逃了。嘿嘿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只击倒一个，但就此作罢不是我的风格，就算扛毒也要将你们舔个干净。 OK， 搞定。还有18秒，冲呀！还好赶上，不然丢了小命就斗鸡不成蚀把米啦。补充能量的同时，我打开地图，场上应该只有一支二人小队，我必须小心谨慎，曲线紧缺。不好，用埋伏找到掩体后，我迅速反击，架不住我出神入化的枪法，那人不幸倒地，我火速转移阵地，打算攻其不备，谁知对方先发制人。哼，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先丢雷。我是红尘，距离九品高手还需完成55封命令，在评论区尽情下达任务吧，红尘定会一雪前耻。